重申一遍，不得故意伤害对手，认输或失去战斗能力的一方将被判负。比赛开始。这可是第一场比赛，我一定要好好打。哇，29号的魔兽坐骑居然是雪灵马，它的冰属性能降低对方的行动速度，看来它赢的概率很大哎。97号骑士，你不召唤你的魔兽坐骑吗？那孩子没有魔兽坐骑吗？看来这一战的胜负已分呢。哼，果然是没有魔兽的废物。哎呀，浩辰为什么不召唤皓月？皓月回他自己的空间去了。回自己的空间，在这么关键的时期吗？骑士比拼，没有魔兽几乎就输了一半。浩辰，你打算怎么打？这是什么招式？通过燃烧灵力换取更强大的力量，这是血誓。但这孩子的血誓好像与别人不太一样。这技能看不到。不能这样干等着，我得先发制人。97号怎么一动不动？第一场，97号骑士胜，29号骑士出局。